changes. Yeah. 到達咗第二個亭仔，呢個算唔算叫過河呢？ 有條橋噶喎，唔使踩落河噶喎。佢可能掛呢一個衫嚟俾你做記影，跟住行呢個沙，跟住呢條細路落去，可以去到瀑布啊。 呢度有條細路嘅，呢度嘅路開始 K 區啦，開始冇前邊咁好行咗啦。 呢個儲水池咧，應該係 supply 嗰個水俾下邊嘅居民嘅。幾靚嘅 campsite 嚟嘅，因為你睇下，佢攞水好容易，沖涼啊，咩都好，嗰個山水咁旁邊嘅。 Lolo Base Camp， 不過我哋仲要繼續趕路啊！ 啲路開始越嚟越難行啦。 如果你話呢度嘅難度有幾高，我覺得呢度嘅難度係難過呢個Keke，即係個德堅阿巴魯神山，因為呢度全部係不規則嘅路，要爬山啦。 爬石啦，爬樹根啦，爬好多嘢，呢度嘅路一啲都唔簡單，絕對唔係初級登山者嘅地方嚟嘅呢度。
一个斜度啊，我已经开始想流粗口啦。最重要咧就係 campfire 啦，起唔起到我就唔知啦。呢個 skill 係成五六年前上古董大坑嗰陣時學翻嚟嘅，希望復啦。成功起到火咗，好大火，好大火啊！现在再次出发前往这个古龙湾的顶峰，也攻顶攻顶。我到达山顶之前有两只狗来迎接我们，真的好惊喜啊。到了到了，你终于到达了4898 feet 1493 meter。一直是这样落山落山落斜坡落斜坡，落了都有几个钟头了，大概是落了有三个多四个钟，脚的膝头哥已经开始有些不受力了，因为平时做运动就没什么训练到脚啦，所以今次直落两日上山和落山，个菠萝已经开始吃不消了，真好感动啊！这两个狗仔在山顶壁那里一路护送到我们出门口，太感动了。